我跟你讲，表演的那套更厉害，吓死大家，真的一定要锁定，真的，比那个，应该比任何，应该比蔡依林差一点点。我今天是谢谢丽友的邀请，我进入歌坛这么久了哈，第一次走红毯，今天有点晕晕的。我进入歌坛其实已经有30年超过了，哇！对，所以第一次啊，所以谢谢。那你今年38嘛？哎，对，跟我同年，对我们两个差不多。对对对啊，今天我就带满的粉红超跑的祝福送给丽友，希望他能。可以得奖，好不好？Give me one，耶！谢谢。